货儿都没有，进去没有啊？货儿是三级没跌，行了，接着走，我不转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停了，先停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这停一下吧，啊，货儿真没有。 一百米，一百米，行了，一百米。放在这个位置。来拍啊！啊？我说是不是要放在中间位置？啊，对啊。如果放在这个位置的话，那两个齿轮都要翻的吧？嗯。我放这个。发这个，你再打电话给他。 再开，它这个开关，不灵敏。别拍照。
到了。停，就这样子撂饭饭碗出去。